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宝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华硕2020年最新款的 VivoBook S， 它漂亮多彩的外观，非常适合想要大胆展现自我风格的年轻朋友。VivoBook 一共有四种颜色，分别是在光影下有幻彩变化的幻彩白、个性鲜明的魔力红、主旋律以及低调酷潮的摇滚黑。你可以选择搭配自己个性的颜色。金属机身摸起来相当有质感，这做工真的非常好。那云爸觉得幻彩白真的很特别。那不管是14寸的 S14 或者是15寸的 S15， 都是超窄边框高屏占比。像 VivoBook S14 根本是13寸的机身，却塞进14寸的荧幕。键盘上的 Enter 键做了撞色设计，并且附上 VivoBook 的潮流涂鸦贴纸，让你展现自我风格个性。那 S15 右方有独立的数字键盘， S14 则是超酷的搭载了虚拟数字触控板。那你只要摸一下触控板的右上方图示，就会变成 LED 发光数字键盘，是不是很酷？VivoBook S 系列不只是外观漂亮，整体规格效能也都很不错。最高搭载 Intel Core i7 处理器、 NVIDIA 独立显卡，上网打报告、追剧看片都没有问题，绝对能够满足你课业工作上的需求。如果你要玩点小游戏也是 OK 的，而且还支援最新的 Wi-Fi 6规格，这规格很重要，比传统的 Wi-Fi 快三倍，续航力可以让你用一整天，而且还支援快充，49分就可以充到 60% 电力。而且它虽然轻薄， VivoBook S14-15 的界面非常完整， HDMI 跟USB-C 通通内建免转换，那给了三组 USB， 而且还内建读卡机。VivoBook S 系列非常适合想要轻便出门、上网打报告、做简报的学生或年轻朋友。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欢迎来看我云爸的开箱文哦。